来听我们人类沟通解决这件事情的。第一集就要让你知道什么东西叫做 dog。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语言， English、 巴士、马来语、华语，他能解决问题的话叫做 man's dog。 如果是女人的话就是Ladies 或者是 Women's Dog， 情侣的话就是 Couple's Dog， 以此类推，所有你看全部都有 Do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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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有没有？有 Dog 就是要解决问题，就是有沟通、有讲、有交流。如果今天没有解决问题，我们人类就没有办法进步，没有办法把东西做得更好，这个世界就不会更美好。要讲，敢敢把它讲出来，讲出来。如果我讲你没有讲，这样子我只是自己讲自己爽罢了，不是你自己讲自己爽吗？对不对？吹啊，不是这样，而是大家都有把东西讲出来。屋子装修有问题的话，就叫做 renovation dog， 我们俗称叫做 reno dog。 来，跟我念一遍。再来一遍 Renault， 最后一遍 Renault。 对了，就是这样念啊。因为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讲三次。如果你有什么屋子的装修问题，你只要 Renault 就可以了啊。比如说你的大便桶塞着，墙壁裂掉，set 爆掉，墙壁的气候全部掉下来，格局风水不好，让你很衰，给 contractor 欺骗了，跑你路这样，你给 ID 跑路这样，或者是 ID 化的东西，我跟你偷工减料，敢敢这些问题都可以敢敢 renovate 到，你敢敢 renovate 到，你就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法。所以第一集我的节目就到此为止。喜欢我的 channel， 喜欢我的 video 的话，记得要去按 like。